使不拿出去玩，在家里玩玩升降也可以玩很久。到家带上它去散一下步，去拉一下快递，去遛一下娃，都是非常辛勤的。感兴趣的请抓紧时间私信联系我们。这是标准一比十甲壳虫背上去的效果，这种小型的一比十车背上去空间绰绰有余，常规的漂移车和平跑车背上去也是绰绰有余。这是标准一比十攀爬车背上去的效果，还有真车车型就比较大的一比十攀爬车同样可以背上去。平时大家玩的这种体型比较大的软轮攀爬车一样可以背上去。大家问的最多的一比八犀牛能不能背，如果你实在要背也是可以的。当然这台 WT4 我们更推荐大家往仿真的路线去玩，发动机舱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是仿真的发动机和散热系统，可以轻松放入你爱看的杂志，宽敞的内饰空间还可以放入你爱喝的饮料，后斗两侧下方均有一个工具箱，可以放置作业时需要的工具。原厂排配有很多车轮塞，仿真的后斗操作杆均可动，
安全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秩序的夜晚，飞机从头顶飞过，流星也划破那夜空。